就有一千种味道。中国烹饪无比神秘，难以复制。从深山到闹市，厨艺的传授仍然遵循口耳相传、心领神会的传统方式。祖先的智慧，家族的秘密，师徒的心诀，时刻的领悟，美味的每一个瞬间，无不用心创造，代代传承。五月，徽州的油菜籽成熟，它是当地食用油的制作原料。农民们的忙碌，可以保证自家厨房一整年出产美味。中式烹饪，油是锅具和食物之间的媒介，热力作用，产生出奇妙而丰富的烹饪方式。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，而且健康。这个秘密的发现，使人类的烹饪史前进了一大步。美味的前世是如画的美景，清明正是油菜花开的时节。富鄂村唯一的油坊主程亚忠，和其他中国人一样，在这一天祭拜祖先。油坊的劳作决定全村人的口福。中国人相信万事顺遂是因为祖先的庇佑。田边的邂逅，对同村的程狗乐来说，意味着用不了多久就能吃到新榨的菜籽油。清晨，春雨的湿气渐渐蒸发，接下来会是连续的晴天，这是收割菜籽的最好时机。五天充足的阳光，使荚壳干燥变脆，脱粒变得轻而易举。六月，油坊开榨，榨油工来自附近的村庄。工作期间，每天的午餐由老板娘负责。炒籽是第一步，高温破坏菜籽的细胞结构，降低蛋白质对油脂的吸附力，使油脂分离变得容易。随着菜籽爆裂的响声，香味儿开始渐渐弥漫整个村庄。菜籽油有独特的刺激性气味，有些人闻不惯，徽州人却甘之若饴。徽州臭豆腐用菜籽油煎，才能产生闻有微臭，入口异香的奇特效果。
制坯暗藏玄机，磨碎的菜籽蒸汽熏蒸，水分和温度的控制全凭经验。坯饼压的是否厚薄均匀，直接影响出油率。菜籽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，有利健康，媲美昂贵的橄榄油。不过菜籽油也有先天不足，烹饪过程中油烟大是其中之一。今天通过科学的精炼手段，油的烟点大大提高，加上品种改良，可以进一步降低非健康物质的含量。含量快对吧，对于靠菜籽油生活的徽州人来说，一切都是从榨取第一滴油开始的。木榨榨油传承1000多年的古老工艺，电力机械时代，血肉和草木之间的对决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。重达100公斤的撞锤敲打木楔子，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。依靠这种物理压迫使油脂渗出，反复榨打持续3个小时。在追求利益和效率的今天，这也许是对祖先智慧最好的继承。菜籽油在中国有1000年的历史，使用广度上贯穿长江流域，给各菜系的厨师创造了施展技艺的舞台。红油的烹制必须使用菜籽油，秘诀掌握在四川人手中。煸炒就平淡。今年的收成全部存入油房，折算成105公斤菜籽油，程狗乐可以随时提取，没有期限，这是油房对村民的承诺。传统观念里，拥有手艺才能安身立命，相比都市，中国的乡村更能感受到手工技艺的温度。秋收过后，黄土高坡褪去颜色，张世新正在等待合适的天气。这天都挂名那个香了。盐和水
几十年的经验使配比精确无误。白面加入盐水，使蛋白分子的阵列变得紧密，反复揉压增加弹性。张世新今年腿病复发，行走困难，一次和面35公斤只能由老伴儿一人完成。午夜时分，醒面时间已经足够，现在要开始搓条盘面的工序。张世新年轻时手艺一流，远近闻名，外乡人慕名来学徒。妻子的手艺也是嫁到张家后学的。我15岁挂上画面，一直没有离开。画面的构成刻度的讲明，画面做得好，能卖到县城甚至更远。靠这门手艺，老两口拉扯大了5个儿女。晒干的挂面易于贮存，每根直径1毫米左右，持续发酵产生中空的细孔，口感细腻绵软。中国出土过4000年前的面条，这种曾叫汤饼的主食广泛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。地域迥异，粗细不同，形状不一，制作方法也各显神通。面条最为素净，既是简朴的果腹之物，也可以衬托任何食材，容纳万千滋味。破晓时分，盘面完成2次发酵，到了施展拳脚的时候。陕北空气干燥，水分蒸发快，绕面的速度是成败关键。放入专用的面箱，第3次发酵，等待面条更大程度的舒展。黄土高原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，农耕的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。每一口窑洞里的家族，长辈最在意的莫过于给孩子留下什么。物质是有限的，手艺是自己的。但年轻人的观念却在悄悄改变。新鲜上来，年轻人外面世界比家里面好呗。打过了，出去转一会儿了，学挂面的基本上是没有的。爷爷不便走动，到了儿孙们接过担子的时候。做好了吗？捞出了吧。嗯，捞出了。
面的柔韧与重力的合作恰到好处，160根一挂能拉长到3米，银丝倾泻，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。老人们就是挂挂米，几辈了，上上也是传统下来，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传下来。洁白的挂面，为苍凉的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，都增添了几分暖意。所谓新传，除了世代相传的手艺，还有生存的信念，以及流淌在血脉里的勤劳和坚守。与北方面食不同，长江以南人们更喜爱米制糕点。这不是简单作坊能够完成的，工艺精密，品种浩繁，需要精美绝伦的手工和严密的传授体系。糯米酒，精细加工存在于每一个环节，糯米加水研磨，经过处理的糯米粉质地更加均匀细腻，水磨糯米粉与精米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，创造多变的口感，这是制作苏式糕点的基本功。糕点厨师是运用各种兵器的行家，应季而变的馅料取天然色香，夏秋薄荷，冬春玫瑰。中国的厨房处理米面点心的工种称为白案，精巧的手工是行走白案江湖的根本。收拾卸房干，最重要的非血缘关系之一。揉面是最基本的，你的面团就体现了你的力量。继续。吕杰民门下学徒20个，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真传。自己挣的钱用的比较踏实。
粗犷的食物，可以依稀看到中国糕点的进化历程。日照时间越来越短，采挖蕨根的时候到了。欧洲考古发现表明，最古老的面包是用蕨类植物根中提取的淀粉制作而成。莽山瑶族的先辈也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从蕨根中获得原料，制成一种原始的中式糕点糍粑。邓开峰的祖辈游耕游居，被称为过山瑶。过去粮食产量有限，蕨根糍粑是过冬主食。如今制作蕨粑，不仅是对美味的留恋，也是祖辈提醒后代不忘艰难时日。取自山林的各种材料，组成一套奇妙的过滤系统。父亲教会邓开峰如何获取大山的馈赠，也告诫他要敬畏山神。加热，起糊，不断搅拌，直到表面形成凝胶。胶团韧性极强，要驯服它还得父亲出马。面对严厉的师傅，阿苗每天心惊胆战。好，可以了，拿到301去吧。反复练习的三角团终于得到师傅认可，第一次他的手艺可以上桌。小小的成就感激励着这个女孩，每天收工后只要有剩余的食材，阿苗就会留下来继续练习。苏式糕点，中国汉族糕点的重要流派，与古典园林一样，是苏州的标志。这座城市的另一面，现代化的世界工厂吸引着700万外来人口，造就了当今中国第二大移民城市。飞速变化的生活中，古老的传奇依然在上演。在白岸江湖行走多年，吕杰明身怀一门绝技。我们说
为家里的小店采购食材，是阿哲每天的任务。马鬼，这个年轻小伙俨然是菜场里的老主顾。父亲曾是酒楼主厨，江湖人称阿乌。阿哲有四个姐姐，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。中国社会，父子的传承关系比师徒更紧密，子承父业被认为是最顺利。番薯粉打浆，包裹蚝肉，可以减缓高温下的迅速缩水。烙到两面焦黄，还要保持蚝肉生嫩，汁水饱满，不失鲜味。蘸上鱼露提鲜，入口外焦内润，脆嫩兼备。长三角发达城市圈中独具个性的城市。杨明坤，63岁，平化艺人。过去我们在外面说就叫跑码头，跑码头就是跑江湖啊，一人一个码头，一人一台大戏。
美食的传承离不开挑剔的美食家，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味觉让杨明坤能准确把握这座城市的风味精髓。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扬州味道的正宗所在。八个就是多，地地香香，亮亮光光。汕头日新月异，阿哲正在尝试突破。文革、花蛤、豆腐鱼，顾客可以自由搭配。传承四代人的蚝烙，在他手里变换出新意。阿哲经过反复实验，不断地往传统蚝烙中添加新的食材。原本最熟悉的小吃，给食客带来意外的惊喜。一门手艺的生命力，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升华。随着时代而流变的美味，与舌尖相遇，触动心灵。上海浦东三林塘曾有一个乡村厨师群体，人称铲刀帮。他们结伴闯荡上海滩，历经一个世纪，人才辈出。其中有一个家族五代为厨，经过数十年磨砺，至今仍活跃于厨界，终成一代宗师。李明福掌管家族经营的小餐馆，每天早晨五点他要去市场采购。今天晚上呢全部做完了，最近几天呢天气的每个岗位都注意点，接下来我们要忙了，客人马上要来了。每个晚上后厨都是一番刀光剑影，李月掌勺，李威操刀，李明福的两个儿子是厨房里说一不二的将领。这对孪生兄弟的厨艺青出于蓝，李明福不再需要亲自下厨，家族的手艺得以传承是他最大的欣慰。一条黄浦江见证了上海的成长，在这座城市中西杂糅、包容开放的味觉历史中，有一种滋味，出身低微却自成一家，在演变中不因各方冲击而消失，反倒越来越清晰强大。这就是本帮菜，它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味觉之本。在本帮菜的江湖里，83岁的李伯荣靠一身功夫赢得一世之名。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功夫没有捷径。李威、李月都是从14岁开始跟随李伯荣学习厨艺。刀工，中式烹饪的核心技艺，代表一个厨师的功力。蓑衣刀法，依靠手腕控制，下刀的力度、位置、方向，全在方寸之间。
整鱼脱骨，考验对食材结构的了解，精确割开骨肉相连的节点，完美分离。极致刀工如同高深武术，只有手上功夫练到纯熟无比，运刀才能随心所欲，游刃有余。本帮菜中的刀工菜扣三丝，李威的绝活。水、鸡脯、冬笋三种极鲜的食材，鲜皮薄片，再切成直径不到0.5毫米的细丝。食材事先煮熟，切丝为了扩大食材与汤汁的接触面，蒸制过程中三种味型同时释放，融为一体。细致的刀工更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，美味与形色兼顾，正是中国人的饮食哲学。哥哥刀工精湛，弟弟专攻火候。油爆河虾，烹饪过程不足10秒，油温达到200摄氏度，食材才能下锅。虾肉熟而不老，虾壳脆而不焦，时间上不能相差分毫。李月甚至能根据虾壳的爆裂声判断出锅的时机。收汁时再次入锅，同样干净利落。这道菜对火候的考教有着教科书一般的严格。关于火候，广东菜中有更极致的例子。撅撅包追求食物的新鲜生嫩，猛火急攻尽可能缩短烹饪时间。不仅如此，厨师还要根据餐桌与炉灶的距离调整火力和抄起沙包的时机。奔跑的过程，烹饪仍在继续。如果这是一出戏，只有大幕拉起，也就是享用的那一刻，食物才完美亮相。在中文里，火候一词的使用并不局限在厨房，更能用来评价处事的修养以及为人的境界。李伯荣最高兴的是回到自己工作过的厨房。1945年开始学艺，80岁告别后厨。时代变迁，命运沉浮，
李伯荣从未放下手中的刀和勺。好学、用心、传道、授业，让他收获了今天的成就和尊敬。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唐诗宋词昆曲京剧，它包含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厨师是文化的传承者，也是文明的伟大书写者。徽州榨油留下的饼渣是庄稼最好的肥料。陕北的窑洞前，张世新的儿孙们挂出了自己制作的面。莽山瑶族仍然感恩来自大山的馈赠。从手到口，从口到心，中国人延续着对世界和人生特有的感知方式。只要点燃炉火，端起碗筷，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创造了舌尖上的非凡史诗。遥远的山林、江河、草原、沙漠，这些难以到达的地方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美味？人类如何与自然携手，让古老的食味延续至今？秘境带我们发现和寻找与众不同的人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人们春种、秋收、夏耘、冬藏，四季轮回中隐藏着一套严密的历法，历经千年而不衰。相比农耕时代，今天的人们与自然日渐疏远，然而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，并以此安排自己的饮食，彩领宽厚的背脊覆盖着一米多深的积雪。云山次生林深处，伐木队正执行封山前最后一次作业，队长是有25年经验的李树国。这个树往下倒，一会儿把那云门树给它踩了。下山倒了，阳光直射赤道，已是春分时节，但这里寒冷还未远离。
储存一冬的食物消耗殆尽，妻子秦红芝决定到山下。三月的夜晚，零下15摄氏度，制作冻豆腐最适宜的温度。低温让豆腐中的蛋白质与水分子继续分离，冰冻后的水把豆腐均匀的质地变得像海绵一样，这是李树国最喜爱的食物。7-8公里之外有条溪流从不封冻，当地人称为活水，用它炖鱼最好。粪吸收汤汁，保障丰满。冬季已接近尾声，向南2000多公里。同样的春分时节，冷暖空气激烈对峙。天目山，春雷唤醒土壤中的生命。高宝良敏锐地察觉到，这是大自然发出的信号。早上5点钟爬起来，要一个动静。雷公打来。都要7-8cm的，不过要长出来的了吗？春雷过后的第一波笋子，当地称作雷笋。竹笋10天之内可以食用，10天之后就会长成竹子。雷笋保鲜时间极短，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，过夜再吃已有隔世之感。高宝良夫妇脚不停歇，最忙的时候每天要挖750公斤。我的女客幸福来了。深山里，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以竹笋为中心。削兜、去皮、剥壳，雷笋在女人们手中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。
是夫妇俩最重要的经济来源。一个月后，雷笋季节结束，属于山里人的美食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残枝败叶下，泥土裂开一条细缝，笋头将出未出。嗯，来来来，把它经过起来了。光叫啥？叫笋。漂亮漂亮呀！光你告诉你是那个泥土最深的地方长起来的，我们自己挖到那个王泥工人都要自己拿炒起来，自己吃的，很鲜的。这就是非常稀有的黄泥拱，一座山头或许只能找到三四颗，但它的肉质比任何春笋都更为细腻爽脆，甚至有类似梨子的口感。更为奇妙的是，黄泥拱出土后，品质随时间迅速退化，从收获到加工，必须以分钟计算。咸肉配黄泥拱，这是高家经常的做法。竹笋与咸肉在口感上形成巨大反差，只需要大火蒸七分钟。肉的浓烈与笋的清新相互对抗的同时，也相互交融。这种笋农们独享的美味，是中式饮食中一种极高的境界。极致的美食只留给最勤劳的人们。沈敦树，上堡乡农民，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感知季节变化。成型于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书，依据时间更替与气象变化的规律，一年里安排了24个节气来指导农事。三月回暖，播种南瓜、丝瓜，等待萌发成芽。四月蝴蝶破茧，砍取枝条，给山药搭好支架。之后，玉米成熟，丝瓜、南瓜可以收获。待到9、10月，播种教头，静待来年开春生长。四季轮回，应季而作，应季而收。中国农民用祖先的经验，获得丰沛的回报。水稻长出5、6片叶子，需要分株，是插秧的季节。人家常说，四田没师傅。面前一块水豆腐，这里菜刀，这里菜刀，这里菜刀，在这。儿子远在北京，老沈换回在省城工作的女儿回家帮忙。沈敦树坚信，儿女离家再远，也不能忘记土地才是农家的根本。春季，万物萌发，庄稼青黄不接，但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。鄱阳湖水边，野芹菜和藜蒿最为旺盛。
做成蒿粑，不仅美味，还能领略自然的味道。北方山里腌一罐木兰芽的习惯至今不改，蒸鱼前饭则是几代人记忆里最初的美食。燕山余脉，安德文焦急地等待着。一场倒春寒，本该谷雨生发的香椿，临近立夏还未发芽。几乎就在一夜之间，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。那天天不亮就开始打，一直打到中午，晚上就是一个礼拜左右。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，多一天变老。筷子粗细的而浓郁的异香，有些人避之不及，但在爱它的人看来，这就是春天应有的味道。上堡，秧苗长出了新根，沈敦树渴盼一场春雨的到来。沈家决定用一种美食来寄托他们最真切的期望。头年的大米加入韭菜，磨出绿色的米浆。千岛湖，清澈的水中，一种美味正在酝酿。一个月前，松树授粉的季节，雄花球上干燥的花粉随风飘落，滋养着中国最优质的家鱼。不过，
现在还不是吃鱼的最好季节。渔民们另有目标。然而，最好的螺丝还藏在更深的山里。开化位于钱塘江源头，深谷幽涧是鱼云山的战场。自制的防水面罩，用牙齿咬住。螺丝，鲜味中微含清苦，口感滑润。妻子每天五点去市场贩螺，外壳墨绿细长的青丝，由于生长水体高度净洁，品质优良，因而价格可观。翠给你看一下啊，一把紫苏去腥提鲜是青丝最好的配搭。年轻丝一般到四点钟三点钟回家，你看到他晚上如果我电话响起来，他的电话打过来，我就要怕的。我女儿回家我也烧的，我女儿很喜欢吃。因为作息的差异，午餐是一家人唯一的共处时间。回去吧，吃饭了。老婆。这样一样，俺两个星期回头不学讨，一样是那个。我说到国民党晚听个啦。在女儿眼中，夏季父亲基本都在沉睡。她不知道的是，青丝也是昼伏夜出。鱼云山要在水温下降之前抓紧时间。这是她最好的收获季节，充满危险的劳作，要持续整个夏天。造就美味，更带来多彩的世界。冰消水融，万物复苏，生生不息。光合作用促成植物发育成熟，不同的机温滋养出种类繁多的作物。阳光下，果实积累糖分，食物脱水得以储存。蓝屿面积45平方公里的火山岛，达悟人世代生息的地方。每年3月到6月的飞鱼季节，海洋会准时掀起男人们的集体心跳。
为了躲避天敌，飞鱼进化出独一无二的技能，快速摆动尾部，产生巨大的推动力，冲出水面，开启滑翔模式。奋力踩水，收起网口，依靠口袋战术和默契配合，才能有可观的收获。不过，在巴布的爷爷看来，年轻人的狂欢是对大海的不敬。飞鱼不仅是达悟人的食物，更是他们的信仰。过度的工业捕捞曾经使蓝屿附近的生态持续恶化，直到几年前才略有缓解。拼板舟，达悟人选取13种木材，精心制作出造型独特的船只，是他们出海捕捞飞鱼的座驾。收获5-6条鱼，够一家人一天食用，就可以收工回家。只在每年鱼汛的结尾，达悟人才多捕一些，用来制作鱼干，在飞鱼离开的日子里补充蛋白质。鱼干的加工并不复杂，简单腌制后用林头树根串绑，曝晒3日，即成美味。简单的食物，本真的生活，离大海最近的爷爷，深深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。又一次捕鱼归来，阳光以最明亮、最透彻的方式与鲜嫩的鱼肉交流，这是达悟人与上天和大海的约定。除了阳光，生命离不开水。中国的降水从东南到西北呈递减态势，吐鲁番极度干旱，是中国最炎热的地区。贫瘠的砾石戈壁并未灭绝生机，天山冰川融水，带来生命的奇迹。这里是中国最甜蜜的所在。低矮的葡萄架下，哈利旦一家享受着丰收的喜悦。我们房里面7口人，吃的、穿的、住的都靠葡萄地里面。吐鲁番常年少有云层遮挡，充足的日照、活跃的光合作用，让葡萄积累丰富的糖分。夜晚热量消散，呼吸作用微弱，糖分得到很好的保存。中国最甜葡萄的秘密就隐藏在这巨大的昼夜温差之间。白天采摘，傍晚挂进晾房，方形的花孔避免葡萄被阳光直射而滋生酸味，又便于热空气流动。每年3月份开始
草地里面干活，到十一月份，我们几次摸这个草，好几次，就是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现在，葡萄的主人终于可以休息，等待温度和时间成就的味道。一个月后，比吐鲁番更甘甜的葡萄成熟，果实含糖量达到30%。伊比布拉要用葡萄。去油解腻，更为抓饭带来了丰富的味觉层次。只要对自然和时序怀着不变的信任与尊重，每一道菜，每一家人，总会得到最甘甜的回报。让我们回到夏天的故事。压实，擀薄，小刀切好，面条滑爽绵糯，是芜湖一年四季小吃的代表。但是要把小刀面吃出酣畅淋漓的美感，还要耐心等候三伏天的到来。温暖的水下，青虾开始繁殖，4到6厘米大小的母虾包裹着上千粒虾子。河道缓流处，昨晚下水的丁字形桶状虾篓盛满收获。
热的苦夏给予当地人的最佳补偿。虾子面好了。对于时间，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感悟。破茧成蝶，花开花谢，草木枯荣，都是时间的脚步。而在四季变换中，中国人不懈地寻找美食的秘密。春江水暖，刀鱼最鲜，夏天滋补，笋干炖鸡，秋季肥美，鱼头不容错过，冬日最爱必是那热腾腾的火锅。尽管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，但人们在餐桌的方寸之间，也能通过食物的变化体察时间流逝，四季轮转。经过春季到夏季的滋养，千岛湖家鱼最肥美的季节到了。欢腾的一幕在几十个鱼鳞拉肚的阔眼渔网里盛大上演。围网捕鱼开启了丰收的序幕。中国人坚信，信守与时节的约定，就一定能在秋天收获丰厚的酬劳。空气里满是诱人的甜香。吴江人采摘桂花，为的是让它们在舌尖上第二次绽放。长指的柠檬酸保持花香和色泽。无论是咸桂花还是甜桂花酱，都能把专属于夏末秋初的花香延续到深秋和隆冬。一场秋雨之后，来自天空的身影不断提醒着杨福兴，最值得期待的美食正在这里萌发。而跟阿乃亲哥每年的农历八月份，大雁要往我们这边飞，松树底下呀，板栗树底下呀，都有褐色小伞状的蕈子，其貌不扬，却被历代美食家奉为珍馐。尽管名气已大不如前，但是每年只要时节一到，杨福兴就会匆匆上山，赶赴与这些宝藏一年一度的约会。板栗壳烧旺，干辣椒炸香，再加入嫩姜片，激出雁来蕈的奇鲜，类似松针的清香。蕈子汁水透出时，少量生抽提味，老抽着色，文火熬上十几分钟，汁水浓稠，雁来蕈酱就可以出锅了。
这是产蛋三年以上的老鸭。鸭肉与燕来逊同烧，材质上的大荤大素，激发出滋味上的大开大合。同济食材间的碰撞，把秋天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浓郁。中国的厨师依靠丰富的经验，在时节的变化里寻找到各种精彩的食物组合，并流传至今。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，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两周的稻谷。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，色泽清白透亮。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，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，收获还在继续，气温已是零下。3000公里外，丰收过后的上堡，干燥的秋风劲吹。老沈家的第三代开始了一生的旅程。冬季的是东北。